大家好，我是阿宽。今天早上什么在说想吃猪肉，我现在出来买点猪肉。这边猪肉店比较难找哈，嗯，在这种小店，很小的，还是只卖这种猪，黑猪。天天吃牛肉有点吃腻了，所以想换一换。嗨。哎。嗯 ，Namaste。half kg，half kg，give me。OK， 488 ，OK， 嗯。我看一下那个。This。OK， 嗯 ，yeah，half kg， 哎。No, many, half kg, okay. Yes. He will have my daughter. 这个人有点像中国人哈。Boss, which color? Which cast? Yeah.Limbu. Limbu. Yes. You like Chinese? Kerong. Not Chinese. English. You like Chinese? Yes. Yes. Low many, many bone. This okay? The bone. No. This one? Okay. Low many, many bone. Okay. 不要搞太多骨头。OK, 600 块。OK, haven't been cut. Cut small, little. Small? Yes, thank you.小朋友，心肝宝贝儿，爸爸，我是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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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一点点，那个蚊子咬了一点点，这是前奶奶咬的。这是咬了五六天的这个蚊子蛋，蚊子最喜欢我家宝宝了。宝宝，打了个屁。叫爸爸，真真，叫爸爸，好吧，叫我好吧，自己玩哈，怎么的？小丽丽，好吃吗？好吃，你是没有吃多，很多很多人。我吃很多了。好久没吃猪肉，偶尔吃一下也蛮好吃的。是啊。如果天天吃的话，也有点油腻。这有点像中国，有点像中国式的炒法哈，里边不是这样炒的。一半搞肉里面它不会放蔬菜的，把那个关掉什么的，天天吃牛肉，吃的有点腻了，我也是觉得有点腻了，
咱们俩是不是觉得有点腻了，有点不好吃了是吧？刚开始吃了几天还蛮好吃的。不是好吃，但是天天一个都吃不好的。啊 ，OK。咱们俩结婚之前，他不吃猪肉，也不吃牛肉啊。嗯。啊。现在猪肉、牛肉都吃了，现在反而不怎么吃鸡肉跟羊肉了。是啊。嗯。哦。嗯，怎么了？青菜。嗯，你说。那里这里还有青菜呢，拿成了吗？成。啊，成了是吧？是啊。啊。哎呀，小朋友，你们叫。哎呀，小朋友，嘿嘿，小朋友，是干嘛笑了啊？嗯？哎呀，两只大手，两只大脚，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爸爸，爸爸。来来握个手，啊，来，好吧，握手。哎呀，手指在那侧。哎呀，我的手指好白呀，爸爸手指是红的。爱爸爸吗，爸爸？热头，小热头，不能放，把手机放近了，放近了它就有点鸡眼，嗯，放远软一点就没关系，嗯。早上跟他放了那个比较厚一点的衣服，现在吃完早餐就给他放了这个衣服，嗯。这个衣服也比那个早上那个衣服要薄一点，嗯。OK， 你说是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点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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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没空抱你，爸爸有事做，嗯。